刚在做整个指引，必须要有gas。难道是暗酸陈时中没 gas？ 因为中央搞出的微解封标准逻辑不通，被轰根本想甩锅地方，双北不接锅，更接连开轰。中央要拿出承担决断的勇气，来面对所有升降级的规定。中央只要发布一个命令，那后面他都不管了，我觉得这个相当不负责任。这回微解封，网友炮轰中央当官真好当，都不用负责，开放出事还市长背锅，中央想甩锅，当地方看不出来吗？算盘打错了，现在根本是全岛团结反中央。因为除了澎湖维持有条件餐厅内用，现在几乎全台逆时钟。中央跟地方要共同负责，好，对自己做的一个决定，大家都要有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去执行它，也没有所谓的一个甩锅的问题。如今中央地方各唱各的调，陈时中被骂翻，蓝军怒轰微解封根本是中央不跟地方沟通，还藏阴谋。防疫中央有权，地方有责；解封中央有功，地方有过。表面上好像是让地方有权去决定，但实际上是甩锅给地方。因为他不做决策的时候呢，那开放下去的时候，那当然他就不用负责任，万一出了事的时候，我这是一种不相当不负责任的态度。中央拍板微解封，却看不出标准逻辑，就怕莫名要背锅，地方一切从严，微解封归零，成了伪装版的未解封。记者林心倩、李一璇台北报道。